呢度应该系高塔擂台之类嗰啲 friend 啦，再嚟星形拳攻直拳打解决呢班契弟。你好嘢，打唔中你哦。星地爆六机Gundam Breaker 三，好啦，咁啊，如无意外咧，就唔知嚟到第几集嘅。咁而家咧，我哋咧继续我哋嘅游戏啦，继续我哋嘅任务啦。好啦，咁呢次咧，我哋咧又系要打裸分关啊，即系 Chapter 4嘅第五关啦 ，A 同 B 啊。咁而家我哋用呢架 Perfect 利维坦咧嚟到去进行呢一次任务嘅。好啦，咁而家我哋即刻出击啦！好，嚟啊 ！Perfect 利维坦，出击！好啦，咁终于咧就用到呢一架 Perfect 嘅利维坦高达咧嚟去对付敌人嘅，去进行呢个任务嘅啊！咁啊，都发现咧，我整亲嗰啲机体咧，大多数都系利维坦高达系列啦。咁老实讲，其实呢啲系列机体咧，系我自己咧系谂咗一部系高达系卒仔机，就系监粗连一个名落去啫。利维坦呢个名就系、是。咁变相嚟讲咧，呢个利维坦高达咧，就先至系我觉得系叫做系真真正正系一部 Ace 机。先行量产型咧就叫做劲少少嗰只咧，因为始终咧系每一部机咧，就算你系高达又好啦，吉姆又好啦，都系一个好有限嘅一个机体，能力有限噶嘛，你再劲呢都有限噶嘛，系咪先？咁啦，讲翻呢架机啦，呢架机咧就系咧我自己又系 combine 出嚟嘅呢个 Firefest。呢、这个叫机动战士高达 Firefest 嘅第三号主角米迪罗用嘅呢、这个已经系最中型嘅机体嚟嘅，即系喺故事入面系最中型机体嚟嘅，就系咁其他高达咧都仲未有佢最中型机体嘅，咁不过咧我就谂紧咧其他嗰啲五个主角咧用唔用好啊？好啦，咁见佢成身装备暴臭得啦，咦 ？Gundam Age Titans Age One Titans 用腰部射你，哇！射你，自投罗网完全系，踢你水高再劈都嚟叫我，直船斩解决你啦，各位唔使望啊，再连环射击扫瓜你，打你。再呢架，再呢架，咦唔系喎，有两架喎，再星形旋风直旋斩，断腰死埋，断腰仲要一夜死，咦唔系呢个系魔嚟死，劈你，再劈你，再劈你啊，一招啊靓仔，冇人保护你啊而家，对，再放飞弹射。多利雷射炮，腰部雷射炮，开呢、這个呢叫做 extension 啊，叫做吓，踢你水壶再劈你，系啊，呢架机咧就系、是、有呢个 system 系统嚟到爆发嘅，咁我就系监粗利亚咧就将佢系改咗系可以用呢个 extension system 啦，咁不过咧。呢、這个 perfect 雷坦咧就唔知系用咩 system 啊个名字就个名字又唔知啊，
但都是属于 exams 过来的那些朋友啦，叫做。喂，咁远，算啦，都要睇翻部件先，砌翻条腰添而家。莫里斯在对面，好远，要冲我劈佢，宝贝先。下个系咁肥，喂，冲射过嚟。好啦，又系你个根基。但不过咧 ，Ace One 呢个嘅嗰啲反派系列机咧，即系我讲紧系Gundam H 系列呢个反派机咧，喺 Gundam Wicker 咧就得一款咁嘅机啫。我觉得应该出多几款啊嘛，我觉得佢应该出多几款，应该再出埋呢个高大力 Gears。即系虽然咧呢部呢个活根嘅机咧，呢个蓝色机咧，佢喺故事入面咧系叫做劲过啲量产机好多。好啦 ，MLPR， 虽然呢个活根机呢个蓝色机系劲过呢个吉姆好多好多好多，但系佢净系出呢一部咧，咁就我觉得就有啲嘥咯。因为佢去到后来嘅 A 二 A 三，佢都俾人秒晒啦，俾人秒杀啦。而我唔觉得佢去到我用呢架嘅 Perfect 嚟弹，佢都可以顶好好耐咯。好啦，即刻莫醒解决你，解决你啦！你呢架扮呢个加贝拉嘅机，扮加贝拉，跟住 V 二膊头咯，又系 V 二手咯。星形旋幅定时斩咁都劈嚟唔到，你好嘢！我仲有一招超级大剑啊，睇你点死！但系次次咧打飞佢咧，跟住嗰招处理射击咧系打唔中佢嘅，个命中好低，次次都捉唔到佢。咁啊，再考个 area 啊！居然又是成堆，好啦，依次高大 H2 嘅 normal， 咦，有电单车嘅揸电单车啊，肥，射到你班契弟呢件希巴兰，压死，压死，再嚟肥乖，嗱睇住啊班友，车冇眼噶，车死你就唔好啦，车到你希巴兰就唔好啦我射爆你，撞爆你啊！零距离射击，车中对方同时再发炮，希巴兰再希巴兰啊！希巴兰唔得过希巴兰，有人揸电单车嘛？不过通常敌人揸嗰啲电单车咧个血好低，再肥希巴兰啊啲件，好啦，再射爆你。搞掂，跟住仲有一堆，仲一堆，四倍，再四倍，压招，系啊，压屎，压屎，撞爆你，食炮啊，黐鬼死你，跟住，睇住啊，呢个高速公路嚟啊！对呢架车嚟讲，好啦，准备射爆你，压屎，压屎，再压屎，令到你班友仔想揸电单车车死我，你车唔到我系，算罢啦。个电单车俾我一嘢车爆咗，仲要再射爆埋，车中咗仲要再射爆佢。我架电单车要俾人射击都唔死添，射击都唔爆添，仲有个后备嘅。不过总之血未够，即系咩？即系佢一直而家都个血都仲多嘅时候咧，用到个车尽为止，梗系射爆你咯。咩啊？哎呀，
超射友再嚟呢度，一嘢压死你，射爆你，再压死。哇！跟住成堆友冲落嚟啦，而家又俾我射爆晒，成堆友俾我撞到稀巴烂，再射击。都话啦，冇眼噶嘛，超自己优就唔好啦。原来再压死，好搞掂，跟住就射埋呢个魔尼石，打埋呢个魔尼石。好，多鲁基斯三，再射你啦！我有呢架电单车。我揼你班友仔就易如反掌，撞到你班多鲁基斯稀巴烂啊！爆气都冇用啦，已经系。即系喺呢个区域咧，班友仔咧系好悲剧。逢亲有 mobile drive 嘅地方咧，啲 boss 都系悲剧嘅，悲剧收场嚟。咁就唔使讲啦，呢对 MLP 啊咧，睇住俾我开炮射死啊！射落去，射落去，你劈唔爆我架车噶，算吧你，撞死你，都射爆你，射爆你，压死，搞掂，食碗面，依架只系纯粹爆气望噶啦，好悲剧啊，再射爆你啦，撞爆你个契弟。撞到你稀巴烂啊！跟住仲要俾人系咁炸，疯狂轰炸，最后俾我车爆咗。好啦，跟住去下一个 area， 连撞自己有两嘢，又嚟呢度啊！又嚟呢度 ，OK。呢度应该是高塔擂台追嗰啲 friend 啦，再嚟星形拳攻直拳三解决两把契弟，你好嘢打唔中你咯，打唔中标咯，而家系然后再开炮射你，喂，我想死，再劈你，直拳三解决你，不过呢关呢如果全部都是 H 嚟嘅 ，H 嚟讲咧，我就觉得佢呢类嘅关卡出现嘅敌人咧，就唔系令我好满意。喂，星形旋风直接走嘅先至嚟劈到死佢，唔俾你睇翻部件啊！再劈埋你啦，殴爆你个契弟，屎仔啊！直船斩殴落去，一嘢殴到你个头咧，啲老将劈晒出嚟，射爆你，踢你上高再劈你，到你唔使望啊，排队俾我揼啊！以是 Ace Two 嘅 Double Battle，Double Battle， 如果无误嘅话系叫 Double Battle 嘅，好啦，踢爆呢架。道理，双炮装备咁串嘴，石狮，哇！不过呢个双炮装备咧，佢纯粹系 A 四嘅强化版嚟嘅，即系强化咗 A 四啫喎，佢唔系转咗嗰个模式嘅系，石狮。斩到你条契弟飞起，唔系飞咗落街。旋风直前斩在一嘢腰间雷射连环射击，星形旋风直前斩，系你冲埋自投罗网啫。补补血先，射爆你，再斩你，踢你上高。旋风斩，直前斩，然后再系咁射你。
死到死为止，搞定食碗面，做解除埋呢个敌人。通常一个卒仔一个下场就系俾人围啊，俾人围死啊，解决埋你，解决埋你，好，搞定。好啦，咁你又完成咗关啦。哇，你话 perfect 嚟坦，有啲咩武器要呢？要啦呢、這个。不过而家啲枪咧，佢冇乜佢本身武器种类嘅强化攻击嘅话，呢、這个就有啦，头部就有啦，即系佢射击武器嘅攻击力啊，强化佢自己本身攻击嚟噶。喂，呢手部 pass 嗰啲嘅效果咧，追加效果都几吸引下。好啦。咁就要晒几个啦，跟住到脚又系几吸引下嘅，因为通常咧呢啲嘅嘥武器嘅嗰啲嘅效果咧，就一定系要嘅，要硬嗰只嘅。如果唔系咧，你装嚟之后咧，佢净系射击主武器强，但系其他嘥武器弱嘅话就冇意思咯。好啦，其他全买啦。咁其实咧呢条片咧，我系连环呢、這个连住呢个画面，加埋我讲嘢一齐拍。好，咁我哋玩埋 B 啊。好啦，我哋咧就用呢个 V 二嘅突击版，要进行呢一个第五关系 B 啊。好，准备 V 二特技出击，好啦，咁呢个 V 二特技型咧，咁就系呢个啊替拿波兰福德，即系花费时六嘅替拿波兰福德咧，嚟到去用呢架 V 二高大强化机，而咁呢次系对呢个 M L P 啊，武士道系列。武士道系列嚟嘅，先射爆呢架机啦。不过通常呢啲个 boss 都系我解决佢，都系我俾我解决嘅。旋风斩解决嚟，旋风剑，退后一步，退一步海阔天空，再肥。退一步海阔天空，再肥你十 N 架枪。哇！佢个腰跑几劲，算系好用啊。踢死嗰度劈你，斩死，搞掂，搞你一嚿。喂，咩事？唔理咁多，打咗佢先。哇！闪开，闪开，闪闪闪，再开多十兵出，处死都射唔中你，你好嘢，劈你，再劈你。咁佢呢个嘅突击型咧，就系强化佢呢个龙人变身嘅嗰个效果啦，叫做即系。我自己自创出嚟 combine 落嚟嘅 Final Fantasy 嘅呢个机动战士高达 Final Fantasy 嘅呢个故事入边啊，叫做好啦，半腰死埋，作死，失败，打埋嚟，打埋嚟，契弟，退一步海阔天空，再肥多十英几下枪，跟住俾人射咯，而家佢啊，踢你水管再跳嚟，打死。要冲入特地，龙人冲撞头先知叫旋风剑，假嚟。好啦，佢下一个 area， 跟住有咩玩呢？高手嚟呢度又 M L player， 就系玩咗 M L player， 跟住系咩机啊？呢次系银色系列，银色系列再冲嘅特技，哎呀，再嚟龙人射击先，好，
头先嚟一嘢龙人剑啊，旋风剑啊叫，即系揼你劈你，出 I feel 吓、啊，出 I feel 咁串，踢你上高再揼你，打爆你断腰嚟噶，唔俾手护肩揼碎，搞掂，搞掂个教你劲，暴力冲嚟，龙人之翼，好啦，再揼你。系咁死缠住嚟劈啊！再退一步护天空，龙人炮嘅龙人炮，唔知咩炮，唔知咩名啊！过嚟处理射击，射爆你，我揼你。但其实以呢、這个呢支炮逻辑嚟讲，佢应该系粒子炮射击啊，应该照射啊。唔系储气之后再射嗰枪佢啊嘛，好啦，哇咁快就解决咗啦，又上嚟呢度，哇咁快啦，已经系，即系呢一关已经系算系最短嘅关卡嚟嘅，已经系。好，又嚟 Emerald Player， 哇咩料啊？扮呢一个黑天使高达。你扮呢、這、一个嗰个高达 RPG game 嘅嗰个黑天使高达，算啦，佢嗰个 target 都系乱咁打嘅，乱咁打就系嘅，实际就揼你啊，揼你个黑天使啦、啊，扮到咁型咁样，你又识唔识嗰招飞上天然后出炮射我哋嗰招啊？不过就死啦，我就死系，好晕低。追龙人炮，宝贝先，哎呀，即系打飞咗添，爆飞咗，哇，冲位，冲位，死啦死啦死啦，哎，瞄准呢个梯嚟，好，冲埋去，再冲位，光之翼，唔系呢个龙人之翼之后，哇，死啦，哎呀，真系俾佢劈中，呢招真系好难避。好难避，要拉远距离射佢。哎呀，咁冲埋，俾佢冲埋，定啲死咗，快啲揾人嚟救我，隔篱，唔该晒。好啦，哇！呢次出跑，觉醒先，龙人觉醒，再龙人变身。呢次真龙人同你打啊！突击龙人啊，唔系真龙人，突击龙人啊！以正视正先，咁嚟系咁跳，最后不过系因为俾人打实啫。捉你龙人斩，争少少就解决你。哇！呢招避唔到，唯有搏搏。嗱，通常明呢招我。避唔到嘅话，就唯有同佢搏一搏啦。哇！哎呀，劈唔到，都劈飞咗，争少少。最后一只一定用龙人之翼，差唔多。龙人之翼 KO， 死埋。咁又赢咗一关啦！好啦，咁呢个预选嘅 B 咧就已经玩完啦，咁快就好啦，咁就睇下有啲乜嘢嘢我系想要嘅先。佢豆粉都好吸引，主要系嗰啲嘅耐久度啦。有啲乜嘢？有啲乜嘢？呢个到手都几吸引下，大部分都几吸引下。不过算啦，都快吸引都照要嘅，因为横掂咧都要合成咧，要合几个。好，其他买啦。好啦，咁就完咗呢集佢啦。今集。圣地爆录机跟 Dumbaker 3就嚟到呢度啦。